嘅。哇，咁样冲过斑马线好危险噶，好彩冇撞到人咋。网上疯传一段短片，一名铁骑士星期五驶经大角咀诗歌舞街嘅时候，冇收制就冲过斑马线，当时仲有途人过紧马路，一名男途人差啲俾佢撞到，佢随即用手机影低电单车嘅车牌，铁骑士仲停车除头盔大闹对方，尾随嘅车 cam 司机目睹恶行，仗义执言怒斥铁骑士：喂，斑马线嚟啊呢度，斑马线嚟啊呢度。斑马线嚟喺度影住你啊！你仲喺度闹人？你见到人你咪一出啦！事件引起网民关注，一面倒指责铁骑士过分，认为佢毫无悔意，更加危险驾驶，非常离谱啊！